佩音老师喜欢比较秀气的东西，跟刚那个豆荚一样，它是也比较，像你身上这个也是哦，它没有很爱，很喜欢很大很显眼的，这个也是非常的灵巧，但我觉得形制还不错，有没有？它有一点点，这四边都有小钻点缀着，所以形状也很优雅的感觉。这个饰品哈，就是装饰用的宝石也好啦。或者是其他的艺术品哈，你戴在身上，其实有的不要太大，小小的，你比如耳坠啊，不要太大啊。当然有些场合你可能要夸张一点啊，但是一般来讲就适当就好。那像这个坠子啊，小小的也很好。这个也是老公送的吗？这个不是，这个是我婆婆送的。哇，对，她真的是我大概差不多十几二十年前，然后因为我婆婆住香港，那我回去香港，就因为没有住在一起哈，回去就像客人。那我婆婆也很疼我，真的对我很好。那我也是尽量能坐就坐啦，走路扶她啦哈，然后上厕所带她上啊，就是她会觉得啊你好棒啊哈，然后她就送我这个。但是我不是为了要他送我东西而对他好了，因为媳妇儿对媳妇儿，一个媳妇儿能够把婆婆伺候好，对，基本上那个 EQ 就是很高。对啊，因为我老公那么好，那婆婆生一个这么好的老公给我，那我们当然要感谢他。哦，那当然。你看他说出这种，对，从内心那么好，对，从内心去欣赏这件事，对，就是哈，一个人有感恩的心，必有好的回报。对对对。你就没有怨恨心。没有什么负面的情绪，你表现出来就是正能量。哎，我觉得您非常成功。对，而且我觉得他讲了一个重点，他说我先生那么好，一定也是他妈妈教的好。对，所以他就觉得我要对这婆婆好，要谢谢他，生一个这么好的儿子给我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千古以来啊，婆媳之战。都不是因为说什么这个媳妇不好，婆婆不好，都不是个原因，都是觉得就是说就私心。比如说婆婆认为说，哎呀，儿子被媳妇抢走了，对，那媳妇儿会觉得婆婆太啰嗦了啊，所以说千古来就一种矛盾。是，那如果大家都把心胸打开，对对对对，没事，就是这是正常，因为他是他生的，他当然非常在乎。是，那我跟他的情感当然没有跟自己妈妈生，但是我们就是还是要把这个情感转移部分。这个很正面，我觉得今天这样非常正面。所以，与其说您这是一个饰品，不如讲说你这是一个奖章。啊，有道理。对，哎，婆婆送给你那个奖章，一种肯定，哎，表示说你这个晚辈呢，哎，非常有礼貌，是啊，各方面表现非常好，媳妇好，哎，送这个，所以这个的价值哈，就不是请老板可以判断的，真的是无价，那还是要判断，还是要讲一下，好吧？来，价格落在哪里？来，请见价，6万元，翡翠很小，钻石很小。但是呢，都镶得很漂亮啊，很适合你来佩戴。真的哈，那真的是谢谢婆婆，相当好，相当好。我还是谢谢她，对对对对。哎，老师，您教学教多久了？16年，今年17年。有多少的学生？哦，算不清了。算不清了。哎，每一个班大概平均30个人来讲，教了几个学校，这样很难算。哇，一路一直教。要像您这么漂亮的老师，学生上课会不会晃神啊？基本上都是女生。其实很多男生呢，到了一定年龄哈，比如说到50-60岁，像秦老板这个年龄呢，他就很想去学跳舞。哦，秦老板开始想了吗？动念了吗？你再想想看嘛。你想想看，你到了舞蹈社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哇，全部都是女生。好，这个原来很多同学是女生，他问就是问这一题。如果你跟你学舞蹈都是男生，他考虑。不一定报。那我开男生班的话，那您来这边干嘛？他不去，男生班就不用找我。他不去。我去帮您办理这个报名手续。他连送血他都不去，他不要在门口帮人家签名的。真的。但是接下来哦，我们刚刚一路看了那么多翡翠，对不对？那么多，来看看不一样的，是红色的红翡套组，一整个套组啊，跟有别于刚刚的绿，对不对？这是红色。但它也不是对，但是我觉得还也算是比较小巧、精巧、精致型的。这种就是平常戴了，就是不会到要很豪华款，好像喝喜酒什么才能戴。
这平常戴也没有违和感，你看看，哦，对不对？是，来这女生哈，脖子上啊，耳朵上呢，不能空空的，哎，一定要带东西。嗯，就好像女生要化妆，嗯，那是一种礼貌，装点自己，是装点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为什么？首饰也是。为什么哈？为什么说那个伊斯兰教的女生哈，为什么要戴头巾呢？对，抱歉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原因呢？因为自古以来，从埃及延伸出来的女生喜欢佩戴那个宝石，是啊，那有钱的人的宝石都越来越大，对，越来越亮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啊，先知穆罕默德他就认为说，这叫炫耀，啊，对贫穷人来讲是一种侮辱，嗯，所以说他就要求女生，不是男生哦，女生都要戴头巾，头巾是干嘛的呢？把你的这些首饰遮起来，啊，让这个人看起来大家就平等，平等，啊，不是什么不让你看到头发啦，不让你看到脸，不是这个意思，那个都是现代的这个伊斯兰的那种，应该讲说那种偏见，带点小小的东西哈，我觉得相当好，不能不带。不戴的话，就好像缺个什么东西啊！哎，你要戴的很漂亮，就是老师您戴就哇，好漂亮啊！这套从打哪来的？这个啊，说实话，这个不是我自己挑的哦，因为我很少挑这种套件，因为套件感觉上比较正式，豪华。对，那所以我。因为我这个人比较随性，比较不会带整套的。那因为这两三年，哎，这不两年前呢、啊，我朋友他是经营餐饮业，疫情关系，缺钱，经济上比较需要周转，然后他就说哦，帮他个忙，那我就朋友嘛，总是要相助嘛，但是也不能这样子白白相助，所以他就用这个来。抵给我，算是抵押品，也不能卖给我，卖给我，卖给你，周转是多少钱？当时我是给他50000块来买这个，来帮他，帮他，对，这里面还包含了一段所谓的。逆境元首的一段故事，很感人。所以幸好现在疫情都过了，快慢慢恢复正常。希望你的朋友也可以东山再起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我用10000元帮他，希望可以再站起来。但是5万元到底价值多少？我们评估一下这个烘焙套组，来，请见价。45000元，这个光是这条突金项链啊，应该就要10000块钱。是啊，那东西虽小，可是蛮漂亮的，哦，蛮漂亮的。尤其这里面涵盖了我们老师的一份这个助人之心哦，真是太好了。老师，您电话要留给我，我如果有难的时候，先打给您哈。需要周转最大天的拿出来是吧？不是我那边。大科的恐怕就会先去找静怡了啦。喜爱大寻宝家的观众粉丝们，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咯，只要在 YouTube 搜寻东风卫视或是扫描下方的 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节目内容，还有更多网络独享的影片。方法也很简单，只要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节目消息，也不要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哦。